现在就是一检查，就是第一个量量量你的氧气压，氧压如何？氧压正常就差不多了。对，氧压正常，经常量那个氧压很重要。来了，来了，谁来了？那个老林呢？没有看到啊。来了，在那里呢。股票涨啊，股票跌哟，今天美国他昨天没来吗？来了，来了。他昨天没来呀、啊？昨天有来呀、啊，那比较晚的。没有啊，我来就看着他。昨天你有来，我有看到。哎，对了，叫他把来打开。一二三，好，我都一直打不开了，啊，现在有水，那个水呀，太白了，不是太白，还看不出，我都比较白，真的。